对你有用便好。别白费功夫。大家，你的性命我收下了。品质上等。
永别了。好，速速退下。雕虫小技，打起精神来哟。就消失，无能，无聊。别白费功夫，来，速速退下。好，这算是偶然所得吗？向我臣服吧。深渊吧，劝你放弃。简称，你的性命我收下了。蹦蹦，无聊。丹书，别白费功夫。臣服吧。终结的审判。哼，蹦蹦，看，
帝的性命我收下了，劝你放弃。哈！也觉得回响，你啊，众生！也觉得回响。耶！哈！嘿！雕虫小技，别白费功夫。哎，焚烧吧！啊！断绝诸事！不用。别白费功夫。What?
是一座城市。在空中的、洞里的、一整座城市。看着这座城市，你会不会想起些什么？是什么来着？对的对的，就是这个，又诡异又是道理的，还有一些震撼的感觉。这样说的话，难道层岩剧院的下面真的会跟深渊教团有关吗？我们要想办法去调查一下。啊！我也没料到会在这里遇上你们。好久不见，戴因。不对，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层岩剧院？层岩剧院？这里是层岩剧院之下吗？连我也未曾涉足过的地方，原来是这样。那次的相见与分别都有些仓促，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而从眼前的这份巧合来看，命运确实欠你一个解答。应该不难猜才对，我之前又捕捉到一名深渊使徒的动向，并开始了追击，只可惜那家伙被我逼入绝路后又玩起了老把戏。我紧随其后穿过了传送门，果不其然，还是错误的地点。透过近期的一些经历，我只能推断深渊操控着的传送能力似乎不只是点对点，而是一个完整的网状结构。传送门的对面可能是传送网络中的任何一个节点，这由他们来决定。听起来和传送锚点也有些相似呢。总之，尽管那次我紧随着你的血亲进入了传送门，可当我认清四周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独自一人身处那条风魔龙的巢穴之中。哦，说起来，那颗第一台更迭机的眼睛怎么样了？我已经安顿好了，在搞清楚那所谓命运的织机计划的真面目之前，无需担忧它落入深渊之手。你记住了这个名号吗？并非我有意隐瞒，这个名号曾沐浴着坎瑞亚的荣光，可如今更像一种讽刺，一种诅咒罢了。作为见证了自己国度覆灭的宫廷卫队队长，我想我有理由不愿再提起这个名号。看来你的哥哥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曾是旅伴，那是一段怀抱着苦痛不断搜寻命运的旅途，只不过我们未能共同抵达终点。在你继续没完没了的发问之前，我有必要提示你，假如我对传送网络的猜测是正确的，刚刚我又恰巧被传送至此，那就证明在深渊教团眼里，此处存在着设立传送节点的价值。你是说深渊教团准备在这里进行什么行动吗？这倒是跟我和旅行者的预感一样。那么此时此刻的我们很有可能正在被深渊窥伺着。别这么说，我好像有些毛骨悚然了。哼，明智，那边的岩壁附近似乎有火光，我们过去看看。丘丘人生活的痕迹，会是委托里涉及到的那些丘丘人吗？委托？说起来，你们还没告诉我，为何你们会出现在这里？一般的旅行者可没理由涉足层岩剧院之下。我们是接到冒险家协会的委托，来调查层岩剧院内丘丘人反常聚集的事件的。一路下来，终于在这里发现了线索。你们想要答案？知道些什么吗？碰巧知道。你们无法察觉异样也情有可原，此地的怪异其实在于这里的环境正在削弱诅咒的效果。诅咒？我记得之前说过，戴因作为坎瑞亚的国民身中不死诅咒什么的。几百年来，诅咒带来的苦痛依旧每天都在纠缠我，而来到此地，身体却感觉得到了片刻的喘息。此时此刻，我的身体也正在向我表达着强烈的意愿，那就是留下来。削弱诅咒，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效果呢？这也是我想要查明的。不过据我所知，深渊教团还尚未拥有实现类似效果的技术。你知道为何丘丘人都戴着面具吗？因为他们都在回避着自己如今的面貌，害怕着水中的倒影。毕竟那和他们记忆中的自己相比，太过丑陋，也太过绝望了。不死诅咒其实也并非真正永久的不死。难道还有逆转的机会吗？不，而是在磨损的作用下，灵魂与肉体依旧会被消磨殆尽。哪怕不是以死亡这一形式，当那些丘丘人意识到自我的终结将至，似乎会本能地找寻一个安静又黑暗的角落，与几百年来的苦痛道别。而能够削弱诅咒效果的此地，对他们来说一定是最好的灵柩吧。居然会闲聊到此为止，请进。怎么了？迪西，雕虫小技，你的性命我会保护大家。绿谷，你悲鸣吧，无能。这里，无能，无能，无聊。刚才那些事为什么忽然袭击我们？黑蛇骑士曾隶属于坎瑞亚宫廷卫队。等等，宫廷卫队，他们曾经是你的下属吗？曾经是，可如今他们身上那强烈的诅咒气息，还有舍弃了所有荣耀的战斗方式，已经是深渊的爪牙了吗？先前进吧。啊，大一。漏了一个吗？等等，你们先退后，他似乎有所不同，消失了。怎么回事？那个黑蛇骑士难道是有话想说吗？怎么会？没有那个东西的话，如何能在500年间保持自我意识？还有令人在意的，莫名熟悉的气息。如此绝望的灾变之中，本不应该诞生这种奇迹才对。就当是巧合吧。我们继续前进，往那座城市的方向。好像有股奇怪的力量包围着这座城市，没法继续前进了。按理说，附近应该有什么机关之类的。旅行者，拿出我们以前探索遗迹的本领吧。不必浪费时间。哎，坎瑞亚的技术，深渊力量的气息，再熟悉不过了。这些事物在我眼里不过是虚幻的泡沫。我明白了，果然深渊教团是想隐藏什么秘密吧。大英这家伙刚才表现得那么了解内情，难怪会被深渊教团针对呢。恐怕没有必然联系，走得越近，我越能确定这些遗迹来源于更加古早的文明，只是被深渊教团捷足先登了而已。更加古早的文明，想象不出来。不过这里的建筑结构的确与过去的坎瑞亚有些相似。正过来会更像。走吧，那里有亮光，千万注意别从前面的平台上失足掉下去。什么东西？或许深渊教团想隐藏的秘密就在这附近，先击败他们吧。
杀吧！向我臣服吧。别白费功夫。速速退下！好。骑士，他们没有直接冲过来，是在威胁我们吗？这些黑蛇骑士似乎把什么围在了身后。等一下，他们好像……起精神来哟！就此消失，这里。这里，无能。这里，无能。你的性命，我收。速速退下！骑士在守护的到底是什么秘密吧？啊，这是……果然，这些黑蛇骑士与深渊教团的秘密无关。哼，我早该猜到的。这些丘丘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我先前所说，这就是丘丘人的结局，变得老化、畏光，甚至与黑暗逐渐融为一体。即便如此，诅咒依旧继续侵蚀着他们。可是为什么这些黑蛇骑士会那样守护着他们呢？啊！黑蛇骑士们又围上来了。一开始冷不丁出现又消失的家伙，他们都退开了，难道是刚才那个骑士在发号施令吗？哈弗丹，喂，怎么搞的？你认识刚才那个黑蛇骑士吗？这样吗？若真是如此，那还真令人悲伤啊。你想知道他们为何留在这里守护那些丘丘人，对吧？那是因为对这些黑蛇骑士而言，他们仅仅是在履行职责。我也是刚刚认出方才喝退了其他骑士的是往日宫廷卫队中的年轻精英，其名为哈弗丹。是500年前的人？我依稀还记得坎瑞亚灾变当日，身为末光之剑的我赶往皇宫之前，嘱托那位名为哈弗丹的骑士，转告所有黑蛇骑士，不论如何守护好坎瑞亚的人民。诚然我们有着宫廷卫队的头衔，但面对那种浩劫，王室、名流、平民，这些身份都已经失去意义。面对神明之礼，大地上只存在坎瑞亚人这一身份。或许在这些已经失去理智的黑蛇骑士心中，他们依然在为守护坎瑞亚人民而战，将这座遗迹视为灾难中的坎瑞亚，将那些丘丘人视为正在求助的民众。正如我所听到的，他们口中不断嘶吼的绝非是对他人的警告。那他们说的是什么？尽管已经很难辨别，但我听得出那是古坎瑞亚语的快逃。
就算是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份意志如此顽强，经历了500年时光都未被磨灭，算得上是诞生自绝望的奇迹了吧。那我不是误会他们了吗？没什么，即使是我也有那么一瞬间将他们视为敌人。朝着上面有光亮的地方继续前进吧，黑蛇骑士们应该不会阻止我们了。骑士认出了大鹰队长吧？这些物品的用途，算了，我不关心。无聊。对你有用便好。别白费功夫。Huh?
我会保护大家。食言之法，永别了。嘿，好，他，啊，好，嘿，不用。雕虫小技。双慧眼，无聊。大爷，怎么不说话？没什么，在想一些事而已。是想安慰我吗？那大可不必。哼，好吧。消失的球球人们
希望他们可以如愿。啊，这个房间没有门阻挡，看来终于可以前往中间的那个房间了，我们快过去吧。水池是怎么回事吗，戴爷？水池似乎和整座城市是一体的，想必也是古文明的遗留物。关键在于，我认为削弱诅咒的效果便是来自于它。身处此地，躯体便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宁静，感觉比之前更强烈了。我想多半是因为那池水有着类似净化的效果。净化？那会不会那个水池里的水可以彻底将诅咒净化掉呢？不可能。那么肯定？我保持着清醒与诅咒共存至今已有500年，没人比我更清楚有关诅咒的事。它是这个世界的因果级别的烙印，神明的诅咒甚至从位格上高于人类本身。我能感觉到诅咒正在不断渗透我的一切，成为我的一部分，甚至逐渐取代我。有限的一只诅咒侵蚀或许还有可能，至于进化，你就想象成直接焚毁掉身体的某一部分好了。在那之前，你甚至无法保住性命。啊，那不就要一命呜呼了吗？怎么会这样？无法进化的诅咒。从这里感受到的池水，其进化效力还差得很远，只能勉强起到一些抑制诅咒的作用。那下面这个装置又是什么呢？好像跟周围有些格格不入。坦白说，我也没见过这种构造的装置。你认为是深渊教团放置的，不无道理。莫非他们是在做什么准备？骑士，你有话要对我说吗，哈夫丹？他走了，可这次不是突然消失的，是在示意我们跟随他。如何，你们要来吗？说的也是，那我们走吧。是从这边跳下去了吧？我们也下去看看。哈夫丹的身影好像消失在这条路的尽头了。前面可能有他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跟上去吧。
这附近也有些丘丘人生活过的痕迹呢。前面是丘丘人营地的入口吗？我们进去看看。一处有些简陋的丘丘人营地，这里也有看起来很可怜的丘丘人呢，有些已经失去了生命气息。哈夫丹想带我们看的就是这里吗？无论是或不是，这里都有仔细探查的价值。四处调查一番，别漏掉任何细节。这些丘丘人完全没有生命的气息了呢，就快要和黑暗融为一体了。总是吵吵闹闹的丘丘人，原来是以这样的方式老去的，想想还真是不可思议。尽管和丘丘人之间没有太多好的回忆，但还是希望他们在最后的时刻得到了安宁吧。这些箱子一般来说是丘丘人们存放食物的地方吧，好像基本上是空空如也的，似乎丘丘人的生命到了最后是不需要吃东西的嘛。如果是我的话，至少肯定还是会想念食物的味道的。和普通的丘丘人一样，这边也有篝火呢。可是大英明明说丘丘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会变得畏光，莫非是在最后的最后还是想要感受一下光明和温暖？我只是瞎猜哦，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啦。这么深的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花？是献给这些死去的丘丘人的吗？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些眼熟。是坎瑞亚的国花因提瓦特，曾盛放在坎瑞亚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这种花的花期原本只有两周，可若被人折下带离坎瑞亚的土地，花瓣便不再生长，而且变得十分坚硬，直至回到故土之中，花瓣才会重新变得柔软，最终泯于尘土。所以因提瓦特也象征游子，寓意着故乡的温柔。啊，那这种花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王子殿下，您终于同意了。过分专注地投入对抗天理之大业，反而淡忘了复国的使命。的确，我不该如此优柔寡断。装置即将完备，等待殿下您的吩咐。有多少把握？理论上的可行性大概……算了，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们不也是一样吗？早已身处深渊了，对他们而言，与其活得毫无尊严，还不如早日回到循环之中，不要让他们继续背负那些莫须有的罪孽了。您的决断是教团的幸运。你似乎看到了什么，能说给我听听吗？是呀，你好像愣神了好久。这是仅属于双子的奇妙连接吗？听起来他们试图利用某些装置净化诅咒，可能就是之前我们看到过的那件物品。
而且他还提到了复国，对吗？这个顽固的家伙果然还没有放弃，看来教团计划借这一地点净化丘丘人身上的诅咒，想令他们复原，从而作为坎瑞亚复国的根基。毕竟没有国民便谈不上国家。哼，愚昧至极，连1%的可能性都没有。我应该说过，作为与诅咒共处了500年的人，没有人比我更明白，绝不存在什么救赎。诅咒是不可逆的，强行驱除诅咒的话，除了痛苦，什么都不会得到。所以要保持清醒，要反复告诫自己，那些已经不是人类了。执着于此，投入过多感情，只会越陷越深，最终像他们一样，陷入名为伪善的污泥之中。还是把心思放在更值得拯救的东西上吧。嗯？哼，也对，我们之间不过是雇佣关系，而他是你的血亲。你选择站在他身边，于情于理，确实没有问题。无论你做出何种选择，都不会撼动我的本心。阻止深渊是我所认定的路，如果无法达成共识，那不妨就此。这样吗？看来，我当初问你的3个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你已经找到独属于你的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了。既然你吐露了真实想法，我也不打算继续隐瞒。目前比起单纯的阻止深渊，我更加在乎的是绝不能允许深渊以如此独断的行为来践踏哈夫丹他们的遗愿。深渊随时可能出现，保持警惕，继续前进。那座倒立的城市呀。不对，小心。怎么回事？是之前那个正中央的房间发出的光吗？眼睛好痛。异变还在继续，深渊已经动手了吗？太阴司雷布，如此纠缠不休，居然还再一次联合了殿下的血亲。之前没来得及确认传送网络，结果误将你传送到这里，真是致命的失误。哼，只懂得逃跑的懦夫，是谁给了你直面我的勇气？殿下的意志必须被落实，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清除干扰。这次一定要彻底的将折磨着人民的诅咒清除掉。折磨他们的只会是你们，那些丘丘人身上除了诅咒，本就已经什么都没有留下了。我不会逃了，来吧，戴伊斯雷布！如此可笑的意志，值得你用生命来拖延时间吗？你想坚持，那就如你所愿。你们所说的净化诅咒，就是用了水池下面的装置吗？依靠那个装置，可以将食材的净化能力提升10倍、100倍。如此粗暴又简陋的手段，我还是高估你了。你打起精神来哟！悲鸣吧，无能。这里审判。无能，湮灭，无聊。雕虫小技，准备好了吗？好，焚烧吧。你的性命，我收下。
旋转血环。世界必将。你追了这么久的深渊使徒，总算是干掉了。没空闲聊了，看来深渊教团的装置正在启动，现在赶去摧毁它还来得及。嗯，我们赶快过去看看。我会保护大家。那个提升池水净化能力的装置。瞬间灰飞烟灭，哈夫丹的灵魂竟然如此强韧。爱血的东西，给我闪开。你在看哪里？机会难得，你总算能除掉我了，不是吗？爱因斯雷布，干掉他，关闭那个装置。别白费功夫，拿起精神来呀！向我臣服，俊宇。雕虫小技。发挥出原本实力，只有你才是深渊的对手。如果你珍惜他的现身，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看到周围那些光线和传送门了吗？他们一定把能源装置分散安置在别处了。过去确认情况，要快。是要穿过那些深渊的传送门吗？喂，等等我。俊宇，不用，焚烧吧！
野百费功。我会保护大家，没事吧？绿果，你也信你，我收下。不用。总算是把装置彻底关掉了吧，烧灼感消失了，我们成功阻止了深渊的计划吗？我再确认一下。戴因他其实很难过吧，昔日的战友以这样的形式再会。走吧。我光是见戴营司雷布大人，那时我辜负了您，没能守护好国民。不，这500年间你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直到今天你们仍是我的荣耀。坦瑞亚没有亡国是吗？毕竟您还站在这里。
所以也不需要复国。刚才那是哈夫丹的灵魂，这里汇聚着不止一种诡异力量，就算见到魂魄也不奇怪。不过如果你们想继续前往深处探索，就要小心了。我们会小心的。对了，丹音难道不跟我们一起走吗？刚才那台装置同样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创伤，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恢复。原来如此。不对，我其实早就看出来了，你一直是在硬撑而已，也该休息了。丹音，比如说给自己放个假什么的。放假？这不是该出现在我身上的词语。我还有重要的事，命运的织机计划还在进行，我甚至怀疑这里的增幅装置也跟那个计划有关。感谢你的体谅，雇主，只希望下次见面时你不会站在那边。喂，丹音他是不是有点记仇呀？最后才那么说。虽然还是没能再一次见到你的哥哥，但也算是了解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吧。只要继续旅行，你们总会相遇，然后和好如初的，对吧？哦，对了，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是为了调查丘丘人们的诡异行踪才过来的吗？这下应该可以找那位矿工大哥报告了吧？只是好像有点不知道怎么说，这里发生的事对普通人来说有些太过复杂了吧？总之，别把那份委托给忘了就行。